比较小，对，比较小，非常的小，嗯、而且何况他还要去看足协杯最后的结果，对，哪怕就是对、啊、所有的赛果导向都有利于富力的话，还要看足协杯，对，所以实际上呢，富力的球员呢不要想那么多，嗯，先赢了再说，一切交给命运，所以现在手前的这场比赛你先得拿下再说啊。直接射门了，这球！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这球进还是没进？球进了，终于进了。比赛第37分钟，对，又是扎哈维吧？嗯，赛季第27个进球，距离埃尔克森的记录还有一个球，一步之遥。球队距离亚冠资格也是一步之遥。门前是连捅了三下呀，还得说这脚角球直接兜向球门，直接往球门里炫啊，让崔维杰有点猝不及防了。嗯。谁也没想到这球是直接往门里转。崔维杰对于这个来球明显是准备不足。对，再看，嚯，这球，这个前点的这个是谁？陈雷的帽顶啊，嗯，也多多少少有点干扰到了。对，这吉安鲁啊，吉安鲁是头啊、身体啊，反正啊是各个部位都打算用上了。这吉安努自己的射门被自己的脸挡住，这个也不容易、啊、对、嗯、还得看这个，还得看扎的这个嗅觉啊，大腿的嗅觉。27个球，对，扎哈维延续了上